劲冧食女王周志文、唐贝斯，佢几好啊，nice guy， 即就算真系拍拖都唔会特别系想系即系将个感情攞出嚟讲咯。究竟唐贝斯点解咁激动？唔通又有新恋情公布？事关最近有传唐贝斯挞着大妈周志文，虽然例牌否认啦，不过表情系呃唔到人咯，即普通朋友咯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传了这些东西出来，都是的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就算真的拍拖都不会特别是想是即将个感情拿出来讲咯，因为现在即人开始可能留意我做事的东西，即留意我工作的东西，如果我不想再被人觉得是一个很多花边新闻 的艺人。问到他对周